穿越着画的八马图，竟被古代修士拿来对付自己。面对这种必赢局面，朱大彪还邀来同伙，非要三打一才放心，这不稳了。小子，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，以为凭借这幅画就能将我打败吗？少与他啰嗦，看我灭世一击。就这吗？白白，滚开！乾坤一气，急急如律令。神驹冲煞，真当世间一切敌。天地界法，乾坤无极，给我放！小友，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就等你这句话。哦，什么时候绕到后面来了？给我跑！好机会，乘胜追击。好强横的剑气，他居然动用了大眼周天剑。大眼周天，九星连珠。败子起来斩，休想逃跑。换个宽阔场地，免得殃及下界。大眼周天剑，飘渺不可追溯，我们输定了。大眼剑魔线，诸天剑浩劫。这个剑魔似曾相识啊！此乃上古昆魔，已进食的，使不得。糟糕，这是魔语，我们要被魔化。朱雀，神良之笔。你眼魔，我便降魔。万里蹲黄道，五天玄女送出来。愤天之火，哈哈，小友稳呀！区区周天剑算得了什么？看我如何碎之！敢问这是何处？竟能压大眼周天剑一头？此乃敦煌降魔处。可惜呀，但凡逆天神器多为孤品，否则我定要弄来一把战诸天。终于被打爆了吧？可恶，大眼碎片，星辰之伤，如意金钟罩。小友也照我一照。小子，我与你不死不休，同归于尽吧。他这是疯了吗？他没疯，大眼周天剑毁于他手，想来也活不成了。为何？此女修为不足以驾驭周天剑，定是从族内偷来的剑。如今周天剑被毁，就算是亲爹都不会饶过他。一把破剑而已，心寒隔世，给我开！把时光精权交出来，我可饶你一命。主子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为瓦碎，不为玉泉。他喵的，你找死！朱大彪，我来处你，梅花三愣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时光精权。精权一分为三，竟然还能触发通达之门。糟糕，时光之门极其不稳定，我且助尔等通达鼎盛乾坤界法。三位小友一定要保重。我们可以在鼎盛时期驻足多久？看尔等造化，少则七八瞬，多则一炷香。他喵的，七八瞬打个哈欠就没了。呜呜呜，我也要回去。老匹夫来战。怎么，要回我法坛吗？没了那两样至宝，看你怎么胜我。是吗？那试试。哼，老夫巅峰时刻可独占三位胜负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主子，识时务为俊杰。来来来呀，你们给我走着瞧。我们来到了鼎盛时期吗？没错，千万别松手啊。此方丝毫没有灵气，当真是传说中的鼎盛时期吗？熟悉的味道不会有错，我终于回来了。结结结，居然能破开大气层，有点意思。